人，这这这这，你看。请付钱与慈悲钱到地宫，分到地宫。请坐下。前面好。好，谢谢谢谢。先地修，
何代定我法界？将处顿教法门。普通见当缘，不愿受持如是佛果。将心而不退者，定入圣位。严师传授众生来涅槃吩咐，不得离依正法。若不懂见当行，在别法中不得传咐。顺彼前缘，究竟无益。向故人不改，放诸法门，必结前心，断佛精神。
伊是一个新闻，你若继续传伊讲，明仔先死。咱若做我今日头先讲的这个，最近做单单来讲，你若再传伊讲，伊就是啥物？咱从过去来讲，增加的安头会伊都好省，这个啥伊？安头会叫做重医，伊多罗生叫做重医，增加你叫做。哦，这两个大义，一个叫大义，啊，叫做福田义。这个三一波的时间，我贵地不到，伊拢已经移花成新花。所以呢，咱知影，五祖把这个衣冠穿到六祖了后，一群人咧叫是叫什么名？叫做衣冠。所以六祖当撇掉咧撇，伊就撇到这个时阵，把衣冠放出来。当出来了后，当你们用的时阵，你把衣冠起来，我衣冠变大吼。我当面一提变大了后，当你们当地爱当个干嘛讲？哦，伊讲衣冠可真啥？到底咱用金呢？用金做的物件啦。所以就当你们当时的时候干嘛变？伊讲我只是衣冠不衣冠啦，我不是你衣冠。哦、所以你们要做方面超级要一片的内容要一定要自己交代。跟人家讲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内容就交代我做他们人做的时候人做的交代以化为生必须传的。哦，一年之后一年发布开始转所以你知道好教我知道好教到这个后面这段就是说东调东宋完明清，东宋甲对宋这边来传来这段就是一路行无法的人，所以你知影讲，我有三千年，是进完一千年，下完一千年，啊无法一千年，哦，所以以三千年包括，所以行到你东宋后的时阵，到哪座，到有一点了七座、八座的时阵，明清刚把隋唐这个时阵就开始行入有一点。但讲道路就开始行了，迄个呐，庶民，庶民就是百姓，就代表庶。啊，所以你那个，迄个时阵，六祖就交代，你未来要得到，要得到我这个法，这个法叫做顿法，顿就是讲，这是叫做讲法，顿就是讲明心见性，见性是非，做在小众的方面，开明见性方面，干功。啊，所以伊哩即个物件，你呾起个新婚，伊哩伊讲个新婚嘛，啊，即个新婚呾接触伫迄个伊挂上面个挂物件来过节，迄伊挂袂当，讲起当个结挂袂当个新婚，伊挂袂当个消息发出来，其实伊挂毋是伊呾个发，是伊挂，但是里面呾叫做伊挂，伊就是新婚，发就是叫做新婚，里面呾得着了。咱五祖穿到六祖，迄、那个心情方，迄、那个心情方叫做啥物件？一无所处，一心一心。即部分是五祖的金刚经，即个金刚经的第十部内底当中，你讲六祖为人家，六祖为人家进德，为人家叫做一切万能不离思想。迄叫做哪？迄叫做一，叫做铁一，叫做铁，好，迄叫做铁一。因两个伊是，伊讲一句话，一无所处，一心一心。当然，咱老早讲过，一，迄个一无所处，一未生无处。你一有，所以未生无处。温和一足，温和还好，一心一方面的。那一有，一无所处，一无所处。当然，咱用咱。咱各位去应用，咱心就去有错。我看到这个物件，这句话讲的，你有应用无？我应用是话，这句话你学了无？我真欢喜。这句话你批评我，我真生气。你难道你无知？你应用还是有错？但是你应用还是无错？你讲这句话讲明白了后，我听嘛如是。你批评我，我看袂出。啊！你讲了，我做白，我嘛是。换一个解释，迄个用药内底无错，这个作用作
心目中嘛是安尼，即个做得较足嘛，伫我心目中嘛是安尼。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伊个想法，就是讲我知影你发生，但是我要去注重伊，好不好？即种作细款的对三千是这么爱，即种的是作大方，作大方款的是对三千是这么无感的意，无这个想。必然那么你就对了，无助的是信心。又无所住，这个叫做啦，这个叫空，好叫空。理性理性又无所住，何事其心？理性理性，你现在心叫做有，这个叫做没有。因为空，就是无助的意思，空就是无助的意思，无助的意思，唔那叫做空。啊，这他们内底，伊用着了后，不是完全拢无，因为伊无去做，无去接触，但是伊生性就是变了，就是。我不是完全拢唔知影，因为我是前前初初知影，所以妙用就是善性一种作用，所以叫做同一问题而已。那么为什么讲？所以若做那加工物咯，一无所住，理性理性，若做物为了讲一切办法。一切万法，一切万法，不离诸相。这个是叫做，啊对应经有诶，这叫做体比。哦，伊哩咱平日要念，何代顶王法将，伊得着啥物件，即个你爱想清楚即个。何代顶王法将，讲顶王法将，你能得着啥物件？那你嘛是无了解。所以你这个是哪做？这个是何做功能？金光机的第十分，哦，庄严，他们来带两件放出来。那哪做听到了后，第二时间一切办法，一切办法叫做有，不离自性叫做他，一切万事叫一切办法能够解决，能面对的一切事，哦。那一切世间，这个世间嘛，一切万法等于讲，面对的一切，这一切你不告诉我，啊，我叫做诸法，诸法，哦，啊叫万法，啊叫一切法，所以你这个一定要先说明先，诸法、万法、一切，这样讲是意思啦，啊，大家听好。一切办法都是共这样做修行，所以就是讲，你咱的一切，你这个世界面对着一切事，只有这个办法。但是不离诸相，就跟你讲起，你面对着一切，拢从你这个诸相中三年出来。你哪无这个诸相，无一切办法；哪无这个面，哪无这个诸相，无一切办法。一切办法都是拢离诸相造成。原因，恁在遮，恁会当了解心理咨询方面啦。恁在听是咨询在听，哦，拢是咨询在主方面。但是因为今仔日一切办法不离咨询，如果恁来用咨询，用这个咨询的发这去动代志，这个叫做疗愈。因为咨询所以我这咨询叫做哪？叫做清净嘛，这个。所以叫做清净嘛，你若用清净心去面对着一切万法，那安尼你一切都清净，你拢无对立，你拢无对立。但是你若用着一个复杂无清净这个物件，用着色心，用着色心去面对着一切，一切拢对立。所以讲一切万法不离诸相，就对你诸相清净。那清净是一个空，但是依你我所见，又叫做哪？叫做地。叫做地位，所以金刚经的第二部内底能够讲到这，或者能够听到妙义的意思，这部的观在这部上。你讲你今日处理代志，一定要有妙地位，所以你要清醒，所以一切把它拢总是一个什么样，拢总是一个主的发展。所以呢，咱想我告诉诸位讲，哦。清清脆脆，其实不难；郁郁黄花，不是多的。哦，说到波浪，我们讲，只要想，啊，困啊想，
心的禅、做的禅、语默动静这两个。所以，若做慧能句的句了后，后壁若做哪，若做慧能讲一句，一切办法，伊来讲。伊后壁呾讲，伊后壁呾讲讲四分之一，何其自信！伊后壁呾继续讲，何其自信！笨拙，先天，何其自信！笨拙，笨不倒牙，步步行变。困住不交，何必自信？人心反常，这个是困，这个地受困一年，好，何必自信？人心反常，这边的女受困一年，何必自信？人心反常，好。不行，不行，这是我看，咱爱观察。这个一点就是讲有，这个叫做妙语。那我头前比较的人叫有所无，以心以心；有所无叫看，以心以心，以心以心叫做有。那一切万法叫做有，不离自性叫做看。这样来说，你自性，这四项就是讲。以本来的清净，本来的不懂的，本来的不行的，本来的苦集，按这个空间里，比如这个物件有苦集这一切物件，这个叫主性，本来苦集的物件，但是伊苦集，但是伊无形物件，但是何必就是灵性万法，就是这个灵性的对这四种造出来的物件，这四种基本上来讲，两个是四种，伊全部这四种出来。但是何必出现灵性万法？一切万法拢总比这自性生出来物件，自性本来是第一物件，安尼讲妙意思。所以伊这个物件，把做回来，已经了解到无做会成为了，伊才开始讲什么？啊，不知道话，就是咱今日来处理，我带点五分钟，你来处理，咱得到的这个循环。那一点的事情呢？啊，这个喜欢的物件很高兴物件，这个物件很得到主性，主性化解，主性的化解。那各位，主性，那咱们就是心性的化解，五年上线，哎呀，好，所以化解这条这个主性，所以呢，古人叫做助人化解，助人化解，心性的主性。中间的主言，中间的如果因为在这为名的各主，就产生那个叫宣传，啊宣传，弄掉了古玉，弄掉了书，那叫做主言。古书玉嘛，那不是主言，那叫做第一代的先人的代，那一定名为主言。所以那主言哦，那么天心主言，东庄天主言，所以我们去找那两个在做才行的。问迄个时阵，迄个木材拢变点，迄个名号叫做主言，一个文木，主言已经文木，主言一个文木就是苗皮，主言已经文木就是苗皮。啊，迄个迄只主言，无人再敢生出来，叫做主言。迄只是因为栽培物件，唔是因为本地个物件，叫做主言。好，咱来讲个啥？啊，咱是用固定个物件，即个地球。这个不是叫做自然吗？我听这个地球，伊在七十年的五年后，山河在变，有所有的楼啊，哦啊，所有的物件拢总在这个地，但是这个地球是安怎家己有法运转来运转，它就运转，哦，你空中的运转哦，这个地球运转是足紧的哦。恁今日坐车，咱就感觉有地平在运转，对不对？哦，你若坐车，你较匆匆匆，你会感觉哦，啊，这辆车吼，你刹车较紧，因为你有感觉靠前边，
那空他怎么好哩？我干嘛空？迄就是呐，迄是结晶啊！你想咱坐高铁，咱坐高铁，火车咧走一百外起落，一块叫一块叫，但是高铁走三百，迄个高铁咧空袂，袂空啦吼！你飞机你若甲坐起哩，差不多咧空中顶，但无遇到迄个呐，遇到迄个云，走一千，基本上你甲看外口都无看到，都无看到咧形象。啊，有影，安尼坐面嘛无感觉啦吼。到时安尼，伊速度是超一千哦。但是咱这地球运转是唔知几千，咱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这一暝一个二十四小时，咱真就是咱这地球运转是美国过来，所以伊就日头伊照美国，安尼美国叫做历史。咱伊那时就是咱。这个地已经穿过后边，所以照不着。啊，照不着，咱就停了。明仔载都转过了后，你就赶紧去那里洗。所以太阳地势底下入不到，这个地球是一个自转跟公转之间，而且你会转。啊，你转有劲无？你转的速度是怎样哦？我来这里看看地球。你看一个水，看一挂水吼，你撒一个海，海个足紧，迄个水就是甲一点比一点热来热去哦，因为速度足紧的嘛。但是你个水若甲温下海者，海淡淡海，我看看遐个无道理无了。啊，你甲海个足紧，海个足紧，迄个水会流落去，迄个水落面哦。即个观念要听啦吼。这个地你转是足紧哦，足紧哦，迄个速度互你无感觉哦，所以你只要这个地三轮内面这个地，伊只运作出是甚物人在运作？是只尾气，还是只电力？恁有法当去甲了解这物件？还是用木板靠后边？哦，那个讲叫做助眠的物件，这叫做讲是那个助眠的环境，这个助眠的物件叫专家片。所以我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有一个地方转吼，这个叫做世界物件。这个地球若运转了，你若运动，叫做世界物件。啊，你讲条意思，伊就已经转了。什么人讲？美国、日本、俄罗斯，什么国家外国的科学人员，拢无同意啊，胖子也胖不点办，绝对都无可能啊，对不对？所以伊是这个地球内底其中的一只地名啊。咱人啊，看外貌是只地球在咧上面，伊拢离开了自然发界，对不对？迄叫做，迄叫离开自然，所以自然对不对？那安尼当中，咱只地球，咱若看到咱只地球是安尼啦吼，看到星球是只发咧，无来宇宙的三千大千世界个物啊，比咧，到底咱只地球是或者哇吼，那个比较着迄星球哩吼，迄星球咩？比咱地球几百倍大，几千倍大，哦，所以这拢是宇宙中自然的一个环境。啊，这个为了功德得来，为了功德得来啦吼。咱有一个自然的放界在咱心里，咱有自信，这个叫这个自信。哦，啊，这个自信，这个自然的放界，对，安尼讲了，这个物件在这个内底当中，有一个自信在内底当中。你谈得了，会讲话，会看，他们放得出来。你吃，困得去，放得出来。爱的时阵啊吼，迄个都，困得去，哦，睡得着，哦啊，那讲会吃会困会饱，拢足自由。但是你这个物件，这个若造出来，这个来花一个钱，花一个钱啦，这个自然的方面来花一个钱啦吼。安尼听意思无？咱专心了解伊啊。哦，即个是咱的师傅妈妈说做，咱七十年、八十年，哪要造出拢变成怎？个个说拢袂歹。即个哪要造出来嘛吼？造出来啦吼，唔免三年，就开始变形啦，就开始发臭。唔要咧，就开始发臭，就开始发破坏。你一放开了，你那有可能腐化掉。哦，这是，咱大家咱对这个物件拢无陌生吧？不知影，
但是你用有这点的灵性，只在你这个村民的福界里内底当中，因为你个运作当中好少。这个在你村民了后当中，你所以这个当中还有，安尼讲有意思。所以今日，咱得到的是这个村民的福界，这个村民，咱得到这个村民。但是因为相对的，就是咱物质，咱物质，咱这个世，咱这个八界，这个八界就叫做物质性。这个物质性，咱叫做心脑皮质，心主外空，心主里边。这个，这个哪，这个八界里边，唯有就是你可以去定义这个主人的状态，像你的，你皮质，这个物件我就要问。这个物件太重要，既然这个物件这么重要，因为咱已经忘记了第一分了。说不得，若有人修，若有人，若有人第三千百千世界之佛前佛心，是人必发因缘多好。说不得人修得善根，是福缘之福的性，是佛如来说法。第二个，讲说不得，说不得啊，不能不说不得，他说有一个人。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啦，七宝你听无？嗯。金银、钻石、玛瑙、衣服、玻璃，吼、哦，啊，什么啦？什么啦？七项的宝贝啊！啊，这个宝宝多大个发财？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我是数用十亿。嗯。十亿，十亿粒地球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啦，啊，你讲有意思？这个分道意思叫比如啦，叫做教育。他说有一个人用十亿粒地球的钻石、金银、玛瑙来布施啊，这个人布施有济无啦？安尼啦，分道嘛说无得安讲，说无得讲是安讲。心道世尊，心道世尊的意思讲，说无得离分道的伊伫伊伫后壁讲，伊伫对应。唔过，啊，当然，当然，一个人摕十亿粒地球七块，我是有债务，阮在讲，不能安住就对，顺势回量安住就对啦。但是后头咱讲说，是福的，只为福的少，是无多来说明讲，这是咧讲福的哦，福的是世间法度，是世间的物质，就是我拄则讲的，世间的物质互你较济，比咱世间的物质啦。哦，所以伊后壁有讲，若有人修持和尚出家，乃至四地殿，有他人说依我修持。他说有一个人修持和尚出家，乃至四地殿，即、这个讲啥物件？修持，你修啥物件？你要持啥物件？你来，即、这个就是你当得到即个修，修就是咧修的三宝行啊，持咧持三宝行啊。你今天是七念诸相，七念诸相，修持脱相出家，脱相，啊，脱就是咱的福田，相就是上田，乃至所有福田就是金刚经所为人说，这个人他听人说，讲给我们听，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叫菩萨，这个菩萨哦，这个菩萨哦，你修持脱相。哦，乃至属于为他人说，依福受彼，因为这个人的功德是胜过十亿粒地球哦，有甚必要？我跟你们来讲条件，不然哦，所以呢，第一，得到，所以得到你世间方面功德，哦，你都挂在你世间方面功德，拢总有啦，你后面平安就是，但是有得到。把花开始结啊！伊讲这种哪样，变得是皮肉都分明啊！但是你世界像你来讲魔术，那你世界比美国上好呀！伊等于当四位，他们没有，伊我听我都在造，伊有多少面对，还是都无多啦。但是所有的物质，你都有十亿粒地球物质的物件，这物件拢是世界。所以今日，咱要得到这个自信，咱唔得到这个自信，咱得到这个精神。所以
伊咧去，咱我坚持到即嘛安尼啦。个性也是比较做平衡，相当难。多谢你啊！但系我讲你咧做，咱路线无简单，我都老板只贵一条咧，即逐日都未死啦，迄种地用作，迄种地用作用咩啊？地啊，地啊。迄山啊，地老条，你看咱个，咱个海海苗都听。迄山啊，地啊，上脚吼。这个风台了着，外头有看了没？满岛那风台起来一万来米下的时阵吼，迄个地啊上脚的吼，拢收一万万钱。啊，外海了看着有看了没？没看伊，恁可是海外富贵啊！恁这贵啊，把海这个海里挂了，不简单嘞。恁海里主要这个地，啊，你这个物件，因为你这个物件，这个地就是这个物件造成。你今日唔是这个业绩，你今日唔是这个，你今日啊，这个你迟早走不了，我不骗你。你若这个啊，这个听落，这个叫息啊，息叫啥？息，咱叫地。所以修到咱五官修，所以讲五行五行啊，息你息贵啊，这个你做贵啊，但是这个。特别无变化，即个特别无变化。好，啊，即个特别足侪问题，因为未当好啊，外国人修，所以特别修好在内底当中出现问题就即个。好，安怎讲？唔听话，啊，另外迄个养尊处优，养无名，养尊处优，你听无？爱我好，爱听我话，教我艺术，侬爱教我艺术，我不断忍辱不断。我不断，你我不断，修到尾啊，这这必然难做，这个难做，这个艺术这样子，还好听吗？嗯。所以这个修的爱修的多，比这个变成死地。所以地就是讲，迄个咱们修好的迄个地头，迄个地头的爱爱那爱坚，这地头爱坚。嗯。坚持啊，地头爱坚啊。哦，啊，这个地头应该来。这地头民主席，两张位，这这样，所以你这就叫管理能力，这个叫公平，这个叫公平，这个叫无量，这个叫无量。啊，这个心呢，这个心就是这个地来到这个世间叫量，这个叫量不量？明了，所以明了了后，这种必须啊，聪明啊。我变聪明了，聪明一条路，聪明啦，所以这个挑选啦，聪明完全还是这个挑选啦。挑选一条路，就说你挑位啦，啊，做上不你靠靠位啦，啊，修到只要识心是会死啊，修到尾活两年啦，所以修到尾啦，修修甲开动，修个东西修个东西。安尼休息啊，多休息些，必要啦。嗯。虽然讲无功劳，也无功劳啦；无功劳，也无苦劳啦。啊，到尾休息了。嗯。啊，疲劳啦，休息了，你放心啦。哈哈哈！啊，休还有疲劳，啊，闲啊疲劳。第二，第二是真正无用心，第二是安尼讲，这个心态。因为咱想都是想法是啥物，咱想想法是啥物。咱想想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是公平嘛，愈想愈公平嘛，愈想愈好，欢喜嘛，是的，咱愈想愈公平，你愈想愈公平，你愈想愈痛苦，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想法，为着你所想的就来了痛苦。跟你讲个，就是道中来对方讲，你只要妄想心生，妄想啊，妄想听啦吼，妄想心是会死的。跟你讲个是啥物啊？啊，其实你是对，你是讲人，家己接受。所以其实来讲个，修到到万点关的拢，拢是家己的代志。所以咱讲，何在定无法者，将处分教法嘛。这个分教，唔是叫做讲法，咱来了解。先叫做分教，先叫做讲法，这个物件，咱话必须爱是，要甲你多说分。蹲教、禅修、
上修，那你来修明书，当前这是真良观，真随真佛毗俱全，已经逐你一条路，灯光照耀在眼前，二目同神，二目同神，理不同行，二目同神，发现基本上就理不同行，理不同行，你发现是心理啊，发现你发现到那个哪，你发现到你自信，你顿点顿悟，顿悟顿悟自信，飒飒妥妥，飒飒的很光明，大悟空，西天虽远，啊，请客道，请客道，请听听，西风虽万听听，嘿，听听就马上就到。一些人问：西风怎么变千里？那么一千里，硬硬的就讲，记不记得呢？二目同神来发现，飒飒脱脱就发现。那如果了解，了解是什么呢？观不相，了解观不相，了解观不相。请谈经，有时候了解观不相，那你了解观，了解这个。这个滚你马上，你马上滚到，哦，所以你个，这是叫变不了解，不了解些什么呀？能力怎么样？基础，能力怎么样？了解，天都刚写这概念在这上面，那你是不能够，东不仅思，阿孝不能错，东当听。下都不仅吃下不臭，他听然后细听，他们听没念，他听没唱，这里对你的心这么快点，当然你不搞东西，一进我的心，你的心分，当然一准不搞这个五万股，百分之光给百分之九十八，告诉你，一准这个五搞你东西会。他们会东西会的时候，就要进化西，一定是这个里面，把这个表达弄得到钱，所以一定我把经我把你这个不搞，经观我把你这个解脱这个事情，但是一定靠近某些用你不搞来对他们这个的方法莫失去，所以不搞点就比较快，等于一关在，几乎完成。但是进化正理这个时阵，别人提出，引进邓亚华到十八趴那里，都不仅是相互从到十八趴那里，两趴，你注意个方面，引进的物件多些，证明是安怎？因为咱进一个话进去，咱一关提出是进化是，因为你那个英文就是进化是，所以咱。不清楚的地方，我不清楚的方法。如来手犹如莲花，摩弥勒菩萨摩萨弥勒，我不相信。当正法必时，后无八回，逆当何其佛之报，文殊菩萨。这是佛陀交代宝经，这个不清楚，宝经菩萨所讲的所谓。所以他经当中，两千五百六一年的经。所以这个因，每一都尽欢必死，熬无法回，尽欢必死，就是这两千五百来年这是逆当何其佛经，佛经就是咱今天讲三宝，天官口，佛经宝文殊菩萨，这是同时，佛甲佛一经菩萨口开始，但是你甲算算，两千五百年，好、哦，今年到两千。五百六十年，不定就不定。嗯。五百二十五百两千五百年。嗯。正法、相法、无法，
尽管我心里能够无安，一个叫做解脱这个事情，一个叫做想定这个事情。到第二个心灵叫做消化，一个叫做多闻这个事情，第二叫做怕死这个事情，这两个过来心灵。第三个就是向外挖个事情，挖事情的叫做道经事情。五二十五，2560，2560块钱得经过六十年。你看后王阿弥陀经过六十年，这个有记载哦，这个出错了，这不是现在我们讲的，你经典人记载的物件，所以这一观点出多你，你忽略无法，你的理念的情况是，这是绝对前进的。所以你经典的这个物件以后，作者，这太真正理性了吧？也得到多年。那你一个细节，太多细节，两个样子，不然我反应你把天秀你的啊，那个大宝就大宝，差这么点，两个样子差这么细，那你父亲顶着两个困难，一个困难，父亲好，一个孙老母亲好，一老一少还是这两个亲，一个阿姐。无听到，冇好听到。两个死人了后，差一点点。因老爸经过三天了后，因手法三个，一个汗汗加汗，汗加汗，是你大爷的，面带微笑。因那个阿姐三天了，那两个死汗在骂死人。我是虽然长面皮厚，我是虽然黑，但是面皮超微出来。好这老弟，嗯，那你要因遐个是困难老弟哦，哦，也是点钱先走，因小弟是差一点钱跑走，迄有，迄个用给你有个农民，真正互咱多金利金田金，咱这是修好的这当中，这叫做钝头方，钝头方真的是讲修，伊安讲修。那你的光景，你地方两分的地方，一光景的享受。你讲什么的，到底是你不一分、二分、三分、五分、二千成的，一五千万无人分，所求诸成的，一光景的享受。啊，你各位姐妹，恁今日来到来到这个所在，嘛是贵气的享受来，那个享受呢？我哩。我最近在讲，我伫对面咧讲情况，收了伊个咧情况，讲要收要收。过去人咧讲，咱面对面我收不了，是安怎咱阿个咧转身才来讲讲，往上来讲伊做无收。啊，伊无收不了，不得了。过去告诉咧，一分钱要算足够分，阿个就无收不了吗？讲可能有解释，解释解释对，解释伊。好，因为你们三十五分，二进先进，你用重用不用先进，这是一个重用，不是你二进无先进，无休息。跟你讲下，那你想那去到泰国，有泰国微笑做你化验，你泰国人在福建在重用不，也在那在重用不。哦，泰国人在重用不，老尊重你个财，你离别婚别人去抢不来。一只回家，一只回家吃食嘞。你回什么食？咱人拢袂当回家。食了当中，大把回乡食了，恁人去食。回乡食你袂食哦，咱只闲食食，可能无当去食哦。回乡食食，你食回乡食 ，OK。啊，回乡今年你要食食，所以要食啥？因为今年好心情快，因为老帮主有请回乡来，那个小兵话在这方这方面，所以老帮主请我。因为回乡吃饭，吃到规定那上用户，迄个厝用叫小弟用，规定分包包包上面包。好，因为这人好咧，精力好。但意思讲，因太过人对回乡是作尊重、作尊敬，安尼咧。甚至因咧吃物件，因咧吃物件，为什么人会当袂开心？尤其看到你本身怪咧回乡。你袂使讲方便，你先讲。你嘛袂使
甚至咱若讲啊，咱面对话，我非常发热气，伊非常无咧解气，非常难。嗯。哦，甚至非常话无解安尼啦，伊嘛无咧解你拜，非常话无啦。但是恁要拜，恁要拜，伊嘛无咧解你拜，安尼对。所以泰国有非常低个概率。嗯。所以我想讲，泰国人要起价，那要怎样？啊，我做起价，当然我再叫我非常身边黄尊中都有人讲，啊，佮免到路边啊做起价。所以你到泰国嘛，街头巷路无乞食，你去到菲律宾就是对啊，泰国无，哦，伊拢走对非常，拢走对就是，所以泰出事泰国嘛好过，那是好，哦，所以钝感甲讲究特别无相，究竟个钝感嘛会何做的比，哦，咱就应该来吧，那边来吧，比如讲今日即只产呢，你要回到台湾可以搞个。当然，我阿伯讲，死人必须要死啊！哦，但是死过来做这个产业，好叫，但阿伯后壁好，两岁啊！再来做这个产业，再来过来回到最近三岁，再来过来回到家己四岁啊！你做到台湾，你这几百岁啊，那会啊！哦，啊，那安尼一岁，那安尼一岁都，哎，为了谁都好台湾。台北变成天龙啊！本来是拢华台，拢往台北飞哦。啊，若一坐咧，准啥物去坐倒转来吼，迄个就累哦，你听无？迄个袂够啊，迄个怎做做袂够啊？练累，轮轮的练累嘛吼，不断轮回。啊，你今日你着爱转世做人，做人你是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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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就想就想啥物？就啥物？你飞的飞飞飞飞到台北，但是拢爱在做人，一直休息，休到台北，那是会发生。你看，幺五打十拢在做啦。你看，幺五打十拢在干事业。啊，若是坐无好好坐，就轮回，啊，轮回做了，就是个轮回都啊变，轮回创新。哦，无论即世，咱来转世做啦。我将受着这个苦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好。咱去到这个所在，咱去到这个所在，咱去到这个所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万块，一万五百八年，十二万块，我十二万，到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咱这几个数，这个当中有青皮、黑羊。对呀，好，有哪个呢？眉头、眉中、眉尾，好，恁即款眉头已经过啊，恁这眉中也已经过啊，恁即款到眉尾，到这个时阵，好大，好大去啊！啊，你这个眉尾这个当中。好，你若要修长寿，你差。所以天德降世一年，降世一贯降世一年就是倒翻一折。所以一切当中，你讲这个所在对啊。所以更累的，更累的，才是那弟弟弟弟，你这弟弟无好道行。那世界都在哪？那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的世界，咱即世我来到这个时阵，我做着啦。啊，佮得到别人好多时阵，所以咱个记忆记那不错个。伊安怎讲？人生虽有必然去，夭寿共通无比。昨日家乡有阵仔，今日原来有阵死。车载抛下归根友，罪孽将人无处去。伊讲个是讲，大道不求真得与欲而不修止。这很不错的观念，道道不求，大道唔求争得欲，争得欲。哦，你个钱个做人讲唔了，大道不求，尽做人家的钱买那个叫做欲。大道不求争得欲，你负的这是什么呀？欲叫的是大道不求，大道唔求。你来强调做人负的这个
病因因的爱，甚至一部分育儿不休，育儿不休，是医师。无义不休，什么叫做无义？你都立即的，甚至哦，上尾部分甚至无聊，啊，可以不休，你是无耻。伊后壁这两个我做提醒，你进来到这个病，你得怎啦？大道不求，来到这个时阵，你得怎病病的时阵，虽然来得早不来得及，你不病。但是心智方面，我来工作了后，你这条我条啊，安尼不是的，你不是。所以平平一定要知道，我都讲过，是安那咱一定一分二分三分，我们二进心，那是在地方那是什么？别人会怎么修脚修？修脚修，那不是会脚修？但是咱今日，即使破破一年过了这个时阵。这边好好一点，咱今天给，那他说我补下回地，咱今天产业给他弄堆工业来对，俺这产业嘛弄堆咱的高级，咱的高级往台湾的高级，我请你这产业一直是让你放台湾，以前的化妆品给放台湾，那飞机放去，那高级在台湾才放台湾，一直是让你介绍给世界。咱即世人，咱个弄有别人为主，咱弄有三宝心法，三宝心法，三宝心法，了解这番故乡，四门返乡道，识别返乡道，识别，你识别，识别。识别返乡道，了解，返故乡，拢是㖏。你有识别，你有了解无？你是要返故乡，足重要。恁今日若做到，恁咧讲对老板，互恁真正去面试个底薪。所以今日你凭这个心怀在当中。尤其是病的时候，但是你过去无可能。但是我过去想讲，有人讲，你讲过去的，你过去有三分，我即使我是个学生，甚至有健康问题，我还好受过啊。是安尼，我都做学生。跟阿人都只有一个，咱过去来讲，因为你喜欢无喜欢，你喜欢，你喜欢过，喜欢过，安那喜欢。你阿罗汉就对，相关我无是到真实，因为你们阿罗汉，你们个我想英雄，众生想成就，想给你发到。因为这我想无等你进阿罗汉就对，所以咱贵人所喜欢的是东西，咱享受这些贵人。那你可以做这哦，你可以做黄金仙术，做黄金仙术，好容易。哦，那到底做仙术的困难是何？是何？但是呢，他不会享受比他好。那天你讲，你这写错了，我们这是为了干活，对不对？要按正他，对。但是呢，干，哎，你说好，你管这回，那天你两个人不会双休。哦，小姐是做弊，不会双休，不是因为地方娘。各位，你得着超新款的门来了，得着这个双休，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面，咱就了解。所以和谐对我发价，这个发价是顿头发价，这个是讲究的发价。咱唔通在讲故意的未成功，咱唔通讲故意的未过面，咱唔通讲故意的未成功的听好，咱唔通讲故意的暗是讲落暗是苦落，我不管我系皮落去换的。像个鬼了皮了，看嘛，对不对？虽然今日坚持坚持到即马，都是在努力。咱今日虽然努力无法做成，但是出来痛，没有出来也会，没有会变得会更强。一人不乐，妙趣横生不听话，二
人随性命的追求都有。直接只嘛，伊分袂团队的，来当人随方法，往往来到无太有到方啦。咱来当人随着只规则来修，人随着只规则来行，咱嘛是 OK， 咱嘛想想想些物件。安尼讲过只，马修菩萨，咱上少嘛是是阿罗汉，诶阿罗汉，明白未？你话明白阿罗汉呢？阿罗汉已经看到四种，眼睛甲眼睛甲思维拢断掉了，贪嗔痴的这种物件呢，是哦，我靠，用些莫名的，就随时我会呢，贪嗔痴物件，所以三种物件呢。你若叫三合一，新的三道拢三道拢无行嘞。阿罗汉一定爱到我变成我上天上救星上世界上拢变成等下嘞。你无阿罗汉，可能袂来嘞。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吼。所以你今日所修行叫做叫顿觉分，吼，就是变成变变现实。跟你讲嘞，你要建立你自己自心的境界。你自己方面是甚物？你今日有起心动念，你有起心动念，你有盲目不断，这边是相信相，这边这种是叫做很理解。所以连所修的，就是一直在追到咱家己变清净不净的物件。无动见动，无动见动念，不管修持如是高，将心移不退下，定言现为。这部分我们是把握。无动见动摇，阿妈也是想着啦。你问人来讲啦，何不从啦？我咧叫你看，你对我咧行出来啦，安尼讲挺有意思。咱这样是按对起来，按哪个钱的公司对你执照怎么无话的？哦，那做哪一个嘛？是我行出来啦，对你还交代就来还有啦，相处啦，都搞好。孤动见动明啦，你喊我叫些什么动动明啦，动心动明了啊！那咩来讲，我还要当做和尚，那咩来来做点么事，那咩来做些人来做不些人，那咩来做些什么和尚，做些佛啦，来做些咒语啊！你的我我的我我心得啦，我唔爱念物件，你听无？所以今日真足济人，就是拢三日了，你知道吗？真好玩。你若是庙堂哦，好，那要上面汤，那要上下汤，那要上洗衫粉，那要上哪位？一队人，一队人，遐叫做啥？领面汤，领下汤，领洗衫粉，领洗衫巾，是咪领完？你甲看，迄个咧，上好伊洗衫巾，上好伊洗衫粉，你看遐无？看遐无啦？伊就是要叫恁家买，啊，若凊彩恁家买是买就买，你就拢趁遐啦。不是安尼啦，所以讲较早有人有迄个啦，较早有迄个老先生讲话，讲安怎话，讲出来都讲你知无？即句话是较粗鲁啦，吼。但是伊即嘛正实在啦，伊讲你放屎要抹尻川啦，你会帮伊洗下袂？安尼条意思，迄是较早做外口个嘛吼。像我毋知啦，你问了我一个工作人，我得大客，你讲个叫名，你来到。三，迄条在三百几万呀？顶关那下是花三百嘛？啊，嘛去旧年，迄大黑的钓，啊，就放个土地，我拄仔去捕钓，我最近在捕钓，我知影我是清楚的。啊，就土地，啊，你，啊，你讲你呐，你放生了，我讲哪生哦？哪头在边放？意思都，即句话意思都是在讲，那边是个五毛钱话。脑筋方面，对你从哪里？对你从哪？对你从哪里？心表里走，没有不好。我哪里搞不事业？事业没不好，那贵气，你那和谐造出来。好了，贵宾也有实力啊，不是天了哈，大家都心改。但是处理，方面那么容易啊哈，他啥人就跟团结一样，包括你的。一年呐，大家都无同你幸福啊，希望你去别个所在会当幸福，我嘛是叫你啦。人过年当天你是该叫你，
啊，你过去我也看看，出现啊，真正无好。这是事实，因为已经离开这个地嘛，离开这个地嘛，这个地就是哪树啊？这个地就是靠着这丛树啊。你食哪？你食这丛树营养嘛？过去该排了。啊，这个过去啊，属性就落了了，迄、那个地就落了了后，无供给营养啊。你了解这道理没？你那量早叫红灯过半，过半嘞，红灯过啊，迄个平安夜，已经量早过半嘞，迄种中午啊，今年嘞，虽然平一点个呐，这个地一定要弱点，无论你面对着什么境界，无论什么人要甲你讲话话好处，那你行到什么？哦，那你行到什么？那讲连可进进进一天堂，退一天堂，所以这点代表古董建筑物，这个意思是讲，你搞错一点啦。建筑物，这个是太标准。外口的奇奇怪怪，虽然咱比如遐侪，咱也去听遐侪示威，遐示威拢总是对伊做成效，迄拢是了。原发原发受持之事故，这个出现了。万万阿弥陀佛，什么三宝莲花给到我们听听的？给到你发着这个心，把自己发出掉来哦。哦，我你发就出来呗，你发就出来呗。所以大地无论哪是做，发心究竟，发心。无一别，如是。先发展发心要求定心发心要求定心这两个问题的心所以叫做问题别都感觉这个救命是叫做救命的这个救命的心这个告诉你啊这个大概就发心了啊还是吧那你们表一下这个已经辛苦了究竟他救尽的尽头啊，这哪里发现？但是你也知影，每达到究竟的尽头，一定要有发心啦。你能听意思？我别人要去到台湾，我这个车也发未起了吼，发动未起了。你有法通到台湾？每到台湾是因为到究竟是必须发心啦。这个车若发动台，你使有到台湾未？啊，你能听？使未到嘛吼？但是这只车也发未起来，你达到家庭闹翻翻，所以如是以心，这两心是先发的，变发这个人。但是咱建议，咱好往路，咱发三十几年，发四十几年，会当发这个心，发愿修持如是如何？啊，大姐，这个心要发到起来，可以发好命吼，你看你老外，你人一世人，你干嘛去发？不要咧，估计实在咧，我估计是爱你多咧。那你年轻条件时阵，你靠什么来泡面哈？那你做点白金，直接来做点白金。那别人的脸色，别人的这种心泡不开，那我家，那那就单到我们，那你还单到？那单那个单多开的，那单无人带你开车的呢？那进来泡面，无人带你泡的，你在别人那车里。别人讲，你那个话，你那做小弟行会，伊唔爱做你。咱真难，真正提到天吼，天有后边，你也是要做吼，不会在天上。你这个天有后边，这个是要是干什么的？实际呢，虽然这个发心是好点的用，这个发心的内容是非常，我菩萨心这个内容是足大呢，这正面的足大呢，你想错哩？
一个组员停两个月、三个月伫遐待的，真正咱毋是咧讲，伊无伫遮，你咱才无乐。哦，爱上，真正爱上要找你，啊，毋是我才无乐，伊家一个人去，输赢怕的，赢啊莫赢，为甚物啊？因为输赢啊是。哦，啊！伊嘛是一世人有地位人行正路，这是伊正常。我愿愿了，我出来，这个愿有愿到力量，这个力量做出来，这个愿对发露出来，我这个愿愿力愿愈大，力量愈大，啊！这个叫做正能量，这个正能量。所以出来说这个，这是一个可能，这世人叫了，后世人咱来用啊，这世人咱讲，我想要做老的，后世人变得做工人，做老的好。咱修学道，唔是咧拼这钱，唔是咧拼这世人代志。这世人咱用来拼，咱用来拼，要过世人好困难。若是拼后世人，我叫他公平，我跟你拼遐时势，叫他公平，我跟你一切都会当实施。现在是世间的方面来，当作建设上使用。后日在咱个动态当中，咱进入这个，咱进入这个无相进入这个无相叫做什么？要白解释一下，进入叫做菩萨，进入叫做阿罗汉。这个我有意见的，无相叫做正念，叫做菩萨阿罗汉。我护卫着这条心，这条心叫做清净。所以今日伊讲法官如法官后面听我，我称为修持，这两句咱都听落。你发起来。你的原料已经出来了，修，欢喜，欢喜。师尊老太讲过一句话：无论心多宽，路多长，修多苦，但够难，你也听我的。哦，只要你按，只要你的心按照属定的脚步，前面就会有出路。只要你只要心修，修不到这里。哦，无论心多宽，路多长，修多苦，办多难，按照宿命的脚步，按照宿命的脚步，进入这条路，今日该你开一条路，是不是？愿发得出来，心发得出来，愿力能量发出来，修得比较修。他们讲我两头边啊，我过程吼，要较好去学啦。爱去拼啊，有啦！真正，阮帮前天老师，我帮前天老师，你若感觉讲袂行，你哪有？伊拢还是我的前天，伊嘛是我无拼安心呢，我无拼安心呢，伊嘛呢？对不对？阮所有天老师，因阿阮前天手做的时阵啊，哦，等者，我也落去，我看伊要出门啊，拖着电动的脚步。我批评，我是要来甲讲嘛吼，那嘛是不能去。刚今日，昨天才来去两个后尾，到青岛，一定要出去，要去接受，持要去坚持。那唔错，今日我同两个三个月，你想这嘛是多个？我先讲前面，可以那毛病嘛吼。那我去一百万，我怎等啊？去，我问你，我怎么找到啊？啊，你那坚持，对不对？迄个持就是讲，行落去，行深落去，我坚持落去，我就做，我就做菩萨。迄个坚持落去，是不是人改变我，别人改变？不是安尼想的，所以你这是要做红的，各位，听好，这几句话听好哦，发愿发，这个发心足重要。发心啦，足重要。你也发菩萨心，
今年爱大表方大表心，爱平常少，爱平常少心，爱飘方飘心，爱做正心方正心，爱做不能做的心，拢把拢把的心。只有信念，只有信念，只有信念，只有凡夫，只有凡夫，你无智也修不了。你有心是修心的，今日咱往个想到做很多。今日咱会当大量个靠这信念来，你会当清高受改，你会当真正有这样个好个环境，有这样个好个环境，你才能好起。咱今日一定要做功夫呢，你后半段好，咱就好行嘞。你莫讲今日开始咧行袂出去，我倒来甲上天咧下五关，真作些拢是变成行袂出去，拢袂咧下五关。哦，我若好，我袂创，袂创，袂创哪会？进行的这个里面，好、哦，你呢？要为这小点不了的方面，你们要把这给你分给你这个开给你，做一些什么不行？放得掉，难。比方主公来，但是主公没修书记，你看吧，麻烦的古文方法古文，我拿后背啊，给你来。办多心多料，你要想办法，这个机会，这个好，所以咱就一定要在迄个力量，是一个代志，一个出来，咱迄个力量，当代志出来，迄个时阵，迄个是消费，你要扭转迄个，啊，虽然唔够是单量，但唔够是单量，咱唔够是单量，哎，侬听，咱得爱先个消业。唔通去破灭那个邪念，哦，要灭边邪就是红心念，破灭来邪念是邪念。恁今日和恁家庭顺利身体健康，和恁前面咱在当中在做药医，在做虽然咱在感谢恁的顺利，和我今日吃好健康，和我吃好的环境，我也好啊，感谢恁的顺利，咱都要问，一定好，比你前世这个好，这个叫做邪念。这个能量叫做光明，这个能量对吧？那负能量的消耗，那业的消耗，这个对吧？那业的消耗，但是问题在这里出来。所以，法官修持，按条文啦吼，后边按讲，如数过的奏书啦。法官修持如数过奏书，啊，毛伟成奏书对不对？这是奏书。给我找人帮忙哈，他会找人做旅馆哈，哪里有新人啊，哪里有健康，你找来装修，什么找来装修来做的事？哎，不简单，真正不简单的，这把做旅馆做的，虽然我接着接着当中讲了一天两，相信你不得假，定定行为，相信你不得假，你听我。相信你讲对头，阿过来讲无变，无改变。诶，你知嘛吼？食到这个，如果你像我食到，我食到去六十岁啊，我六十三岁啊，过两个月啊，那是以前那些，那六十三岁过两个月，但那个六十岁对不对？嗯嗯。我想嘛，我食到老便宜了，至少我得要成老便宜，成老便宜。啊，我这老太好了，我不爱研究了，我见着另外个新闻咧，定义新闻也是公共新闻啦，新闻就是菩萨啦，即是公物啦。虽然你比较好听嘛，虽然一定一段目标爱得坚持落去，爱得加持落去。咱即嘛吼，咱嘛迄个如果地步吼，迄个过来吼，我一讲过，嗯，啊你得三万块咧，你啊加四万块，你啊加上万，你拢更加上万。哦，阿哥，阿其实我谂都解上嚟咧，因为阿哥平日啊，咁啊，即系阿哥平日啊，平日嘢当中，一啲上嚟咧，你只过年话啫，阿你咁样话意思，一啲后边，一啲后边，咱点样睇要后边，我解上嚟咧，我唔用咩咁大咩咁多，你都一个月三万块吼，
过去拢读过啥？你就把过四万块过好，因过四万块嘛，不是啥都无变嘞，是达到个高标标准面嘞。那个标准才四万多，是几个四万多？好，你们叫人去变变的是多少秒啊？对顶端、对过去、前几只安交代的，甲你分分别别
进法。这个进法会当我们超越他，这个进法咱绝对立的是不可抗的意思。那是台湾的主人呐，是台湾的主人呐。立功不行，立尊心立呐。逆道不行，不立立立立呐。立德不行，立德不行。没错，不立立立一下，立德就是立立的是不可抗的意思。立德不行，这个德教了，那么把话也说出来，立德不行。哦，所以进步也还还没有很高的哦，所以有不懂电动员，进步也没高大，都比我好。不懂电动员，东西分得西分，不知天地数。哦，伊讲的都提出来讲，啊那一点还没下，都不变。哦，那做工那匠人满意，就是讲。因为伊含咱个思想，啊，咱个理念未合，甚至伊未接受了。最主要哩，嘛个意思，啊嘛比较排除，啊嘛唔当干去。哦，六，即个叫做在把握中不足传闻，因为伊都甲咱伊个个未接受，咱传即话话伊未接受。啊，因为伊个拖了了解，你传开无路用，甚至传开，咱呐。都会开放好落去，所以呢，用不懂电动员，那含咱无这理念未合，所以不可能讲叫做呐正见，正见，这个重要个正见。啊，正道嘞，对，这个含咱无合，这个叫做理念，叫做理念。啊，这个正见叫做理念，伊带伊甲咱个见，伊甲咱见偏差，但是。伊个看法就是偏差，只有作成迄落呾个。哦，迄、那个万恶之源嘛，我拄则讲嘛。袂讲啥物集体自杀，叫人用我鬼神鬼魂鬼个集体，叫人去写毒品，啊，他煞你搞得乱。嗯。哦，啊，食药直接自杀，迄个时阵起我好，好极乐世界啊，有迄落啊，迄落叫，迄落迄落叫达拉喇嘛迄落啊。裸体啊，那裸修啊，裸修一条路，就是裸修啊，裸修啊，一丝不挂，你不求我，我求你，找我，找我，看看，看看，你裸修啊，我这是真正的，哦，哦，我这奇怪，我出这啦，你竟然没搞奇怪，出这啦，哦，所以这种说，在我跟这种不管他，给你进化好运。伊袂收，成绩也袂好，所以即款是咱个目标。毋是咱唔可以哦，所以咱得了有三不懂嘛，无想不懂嘛，万不懂嘛，啊来呐，无想不懂，无万不懂，啊无也不懂嘛吼，即、哦、三不懂嘛，所以即种咱就无法懂嘛吼，咱、哦、叫做不知常有，说比坚定，究竟无有进步来啥物？说比坚定。在华人不可穿入，那顺皮坚硬，你虽然不穿，不可以，但你这样不行。但你如果个来顺皮坚硬，顺就是顺海，皮就是退皮。为人，你这时候拢想到老财务了，你时候拢是讲安那安那安怎，但你讲不会是为啦，难做，难一点难做出来。咱是做难讲，修学道尽量唔能去批评有咧失德嘅人。第二，就讲批评有代志者，批评有代志者。第三，就是有张师尊有念教条嘅，咱伫咧去修学道内底人，最好应该注意。因为恁伫咧去批评着，要批评，因为伊讲迄个物件会回归到你家己身上，所以呢。顺顺皮坚硬，就是批评着顶悬人，批评有代志的人，究竟无用，无一个在益处。哦，叫其无用，我讲，讲其无用就讲，迄无智慧，迄是活多的，迄无理性的人，放纵法，放得挥棒，咱可以列出来对人讲。好，进回来对伊伊的勇敢，甲伊放得好样，再来挥棒。所以，咱哩，即个情形来讲，中
中下面不可以上，哦，啊，中上啊，啊，不可以下。伊是中下面，中下面，你若以上，伊就无效，伊就听袂见。你幼年，国小你讲大学，个第三个听较听。啊，大学个你讲幼年，个你讲即个无意，啊无意思。哦，啊，伊今日当今年伊惊。伊惊哪惊蛇，伊惊骗咧，伊惊要正法，伊嘛认同伊要正法，那么是咧？所以对一个惊迄个路线，伊家己认识，伊当嘛认识。哦，迄一种叫做迷信，迷信，当然叫做正信。所以迷就是讲迷惘，无了解，这叫做无见啊，不解，因为袂当了解着正法，啊，所以因为伫这无了解内底，反正住咧。公是非嘛，公出法门嘛，到公公是非嘛，一业千金本就是即个来叫，一业偌久，一业是讲偌久时间啊？一业是印度，是印度就是刹那，哦啊大智啊来叫业，一业会讲叫时间，一业千金，过去咧讲业哦，咱讲是一万块八万叫做时间啊，安尼叫做时间，一业千。一万空八百年，生于一百。嗯。那叫做按老古话讲啥？你来去上班，毕业千金转为正式，你无正，你有这个不正，你这个姻缘这个不缘啦，不正，不正，这个姻缘啦吼，当掉。这两个是当年在哪里啊？这个当年啊吼，毕业的内底十二万，你若要一万空八万年生二十八，这个时间就相对好个。你要保保护这个时间，这是一个艰难多艰痛苦的。这个肯定等到这个时间到了，毕业前先哦，反正怕有迄个无资格，咱辛苦的条件，所以讲话。所以这部分你家己教的，恁一贯为主，恁肯定在恁有这意愿。好，他们未怕，他们理想无怕，恁就接受，把恁个梦想实。但是恁慢慢去培养，慢慢去培养这个，听到没？因为恁培养了，包括恁家己去想，要自作自受。好。这自作自受嘛，这是个难修啊，真难修。那你讲的是不简单，但是这句话一定归等到你家己修的时候，你是真难修。归等到你家己也真难修。我呢，一个人才叫苏慧，苏慧，阿苏慧嘛，还念了高明，阿明那个就好。阿妈是安尼，点点阿成，阿作者，点点对。